everything I see。拜拜拜拜，田中在地通。如果你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我们会让你们去找寻。你觉得这个人还对我们田中一定很了解，你就问他一道问题。这问题答对了以后，再请他提供一道本地的美食。田中的朋友大家好，有意有意，请问哪位艺人是田中人？任贤齐。答对。美食商圈必吃必吃的东西是什么？冰果店。田中商圈 number one， 你们觉得一定要吃的店？那边有冰果店。哎，他们讲了，你刚刚买。他们讲的，那没办法。卖锅贴。游客来必吃，除了你们鹅肉之外的一个美食吧。对，还有什么？老灰啊。最古早的叫餐丢。哦，对对对对，一个餐丢。太棒了，那我们可以拿到第三道美食了。你那个牛一仔哎，牛一仔他讲出来了。你会想要推荐我们吃哪一道？最有名的，就最有名的。你自己觉得？那个姐姐讲臭豆腐是听到那个姐姐讲臭豆腐，她讲啊爹爹爹臭豆腐，臭豆腐。有个那个香草面，香草面，走，那走。再推荐一个美食给我们。臭豆腐，好，臭豆腐，那我们就麻烦，谢谢你。我觉得这是让年轻的人才会知道猫村，感觉是一个观光景点。对，而且它又有点。那你会来这边去找猫村的概念？先来买个臭豆腐再说。来，我们来买。请先下。我来。好。Hello。我想买一个臭豆腐。嗨，姐姐。但我现在发现里面有一桌客人也在吃这里。他们哎，我觉得你还记得他们吗？就是你刚刚一直问的时候，我们先去问问他们问题，好不好？好，先跟他们问问题而已嘛，先走，问问题。嗨，方便打扰你们吗？打扰一下你们。你们穿的是什么制服？我们是江湖基金会的。哦，江湖。督导是这样子的，你看起来是你看起来是最有智慧的。你答对，你就今天的 MVP 了。压力很大，不要压力很大，我们相信你。我们其他人不打 pass。来，就这一题。田中窑烧猫村位于哪一个社区？慢慢想，先不要讲，慢慢想，想一下。你有答案吗？有没有？恭喜答对！谢谢。OK， 我们现在要问这个问题哦，其实才是最关键。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请问到底这里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喝的，好不好？哪一个东西是你们观光心态会选择的？有没有？有没有？有了，有心动人选了。督导，督导，好，督导说了，好不好？一起说。好，哦，哇，这么有默契。好，来，三二一。统一冰果室。看来他们等一下就是要去吃那个，要去这个。那我们先买香草面。好，我这看起来鼻子有。对，这个啦，这个啦，这个啦，香草面。你好。你好，那个另一个香草，哎，特地来买的啦。我们要来买香草面啊。我们来一个就好了。你好。哦，听说你们香草面很有名呢。没错，我们店都自己做的。哦，那个太棒了，手工的我最喜欢。哦，真的。哇，这个香草是香菜的意思吗？不是，是很香的意思。哦，很香的炒面。太好了，多少钱？30块。好，30块啊，好便宜，划算哦。对啊，这边要缴。谢谢你哦，谢谢。运气真的很好，我们今天就是一个顺一个，就直接问，接着问下去，接着问下去。每个策略有对。Let's go。好，那我们停这里。哇，是西瓜耶！买冰，买冰。大哥，你好，你好，不好意思给你们打扰一下。因为呢，刚刚呢就有人呢告诉我们，你们这间店一定要来。对，所以说呢，你们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你们哪一种冰是最招牌的？这个冰店。
水果冰加汤圆。哇，好啦，其他的我们真的就看造化，看造化。我是上坡了啊！哦，真的吗？赞呐，赞呐！来，肌耐力啊！来啊，三铁啊！来啊，现在上坡 ，A 人哥载我，赞呐！整个就是肌耐力爆发，小心啊！来了来了！哎，他们也在这买啊？哎，田中吗？哎，统一啊，对啊，统一统一，他们也在这买。那我们要买，我们要买啊！哇，他们也在买，这么热闹啊！对啊，老累嘞。我们最后一道了，有啊！我发现好像很多都帅到。老板，再一次啊！再一份，水果冰的，水果冰，水果冰啊！水果冰，哦，这个料感觉很丰盛哎。好多水果。哦，边吃边西瓜。哎，啊，还是就来个西瓜切盘。来个西瓜切盘，来个西瓜切盘，给我们西瓜切盘可以吗？来来，这这这这这了。有拍照啊 ，OK。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田中镇的镇长任镇长。匆匆的流走，那个爱说话的女孩，你还记得我吗？小琪啊，他对于我们的地方事务啊不遗余力。他逢年就是举办这个田中马拉松，这么有名的，对不对？他创办人创办的。然后一个马拉松啊，带动了地方的文化事业，对，非常重要。有刚刚我们在谈这个问那些摊贩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说，哦，因为那个马拉松啊，怎样怎样，都会提到这个。这次回来拍宣传片，顺便训练。哦，对，因为前阵子吃拍电影吃很胖，所以现在赶快瘦回来。拍瘦很多，拍电影吃很胖，它是胃系的药。对，胃系胃系。那今天呢，他们这几道菜啊，这边五道全俱全的，这边有四道，我们就来看看。一道难找难讲，请我们任县长啊，不是任镇长，跟我们公布一样，好不好？好，来，我们先揭晓第八名。第八名没有啊？美丽春一二三，香草米粉。他喜欢啊，一分一分，还可以一分做。先生讲，我他们只剩三，第七名，第七名，一二三，郭天佑，有两分，有两分，有两分，还是有两分，还是。吃了，没有，再来第六名，第六名可以得到三分，各位有没有？没人推荐我们？好，第五名，林柳云，得五分，冰群三明治，我好想吃哦，看到就好想吃哦，没有，完全没有，没有人提耶，没有人提。有一家是本地自己自生产，但是它因为它产量有限，对，它没有去大众的卖，因为不瞒您说这个。你有股份？不是不是，是你们家开的。特别，我小时候讲醉的女生刚出道。你们有一次阿亮的超级热播，我来啊，来第四名，哦，都有，八比七。八比七哦，平均，希望那个没有，可以得到七分。这位，我每个人都有礼貌。今年的老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里不靠海，是，但是因为它会场不靠海，可以把干货烫熟之后，这个口感，这个是这个叫含氧，不是清脆，或者这要发货哦。对，鱿鱼啊，它的发货力很强。要这个小吃在我们这里。哎，该不会臭豆腐第一名吧？真的，我觉得。第一名，你自己觉得？臭豆腐也不要听他们。
现在黄队已经在这里偏半多了，来讲来讲，第二轮，对啊，八分，各位吧，八分，各位吧。对，因为那个癌前面已经让我不相信。台湾吃到的臭豆腐是金黄色，对，但我们这里有带黑，纯黑的湖南豆腐，湖南臭豆腐，哇，炸的都酥脆的。来，第一名，哇，紧张，应该就这个了啦。是有比头皮紧张啊，容易中。他也有啊，他们都有哎。好了，接下来恭喜黄队大获全胜。盛产水果啊，芒果。以前我小时候那个种关键啊，是种芒果酸呀。哦，瞧到后面芒果掉下来，酸呀了。对对对，来，我们这边可以获得一次的歌王赞，好吧？恭喜，来，水哥，你们两个，来，差一点点秒数了。怎么样？只要过四秒就好了啦。好，狗，犬，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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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达成？那么好，第一个我不知道那个技巧。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菜？我们等一下就带过去，因为刚好这个任镇长呢，也要带领我们呢去吃一个特别的当地的。哦，一定要吃，味道来。对，请大家吃个饭，然后呢，你要请我们吃饭，你确定？真的假的？大概工作人员是40几个哎，三十几个。真的假的？那小杰哥最近有演唱会了，9月19日的那 TICC 要办演唱会。哦，大家有空。7月18号就可以开始抢票了啊！加油，我们也希望他的演唱会成功。好，It's a brand new day, some new opportunities. This is how we do it. I'm on top of the world.My mind is right, check. My body is right, check. My soul is right, and I look good too. This is how we do it, I'm on top of the world. Hi, 欢迎来到我的家。哇，你家好大哦。我爸妈都不在，你们就尽管玩，当自己家。哎，怎么了？哇，软蛋啦！看到我家有钱就软，来怎么了？来，昨天有没有睡好啊？有。韩国、台湾，旅行台湾就是现在。大家有看到这一个叫苏珊池，哎，苏珊池，苏珊是什么？苏珊大神，苏珊其实是一个派别，一个派别。大家以前呢，卡在啦，他们喜欢成党结派，有，就说我们结，我们是黑派，对，我们是黄派，啊，叫武当峨眉少林，对，对，什么派什么派。然后呢，苏珊派它就是一个派别，这个苏珊派啊。他的这个开山祖师姓萧，萧，单名叫奋，所以他叫萧奋，奋斗的奋，勤奋的奋啊，勤奋的奋。其实这个苏珊池没有很久，1930年，然后日本的昭和5年的时候有了这一个苏珊池，拿入后斗，哎，然后这一边啊，上面这个都是琉璃瓦，琉璃破掉一片就少，破了就没了。破了就没了，你要再复制一个，重新窑烧或什么，再补上去都不行。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是琉璃瓦。为什么？因为墙上有写，请勿在里面玩球类，屋顶琉璃瓦会被弄。没有，他怎么那么聪明呢？对，新疆哦，大家好好努力一下，必须要争千秋，而不是争一时。庭院同玩去。
们昨天那个第一关的那个猜的那个的顺序就好。第一关猜，第一个穿，对，喷水那个顺序，你觉得如何？我觉得都可以啊，也不错啊，好吧，也不错，也不错。我要第一个，去，那你们是希望我去吗？然后一人就猜。好，你先比我猜，好。对，然后你们帮我弄就对了。对。然后，哎，猜的人在旁边吗？对对对。OK， 好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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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下接下来怎么换？是这样，他计时的吗？对，计时的。然后换棒的时候变成，我去猜。对，比如说他过来了，转他，然后一个转的人就过来猜。OK。那我去猜啊。那我来。我们两个先。跳完了去猜了，好不好？好。就这样，比如说先跳。跳了，跳完了。我去猜，那到我来跳。那你们这边就过来，过来。那谁来？我就去跳啊。好。我觉得我们不要分方式，我们可以搞定我们的流程。对，就都可以。重新排练一次，我们两个先弄跳绳。对，你来跳，你来猜，可以不要先。rehearsal 一次。我们现在在练习这种事情。来，来，猜好，猜哦，这很复杂哎。八六。是计时赛，好不好？来，剪刀石头布来一下。要赢的先来输的先，看你啊，看我啊，你决定。我们都可以，那就照你的，赢的先啊，赢的先。剪刀石头布，好，赢的要赢的先。好，黑队先来开始了，目前是暂时落后一点点而已，好好加油。好，这一趟的比赛的赛制非常清楚，赢得开开心心的获得大奖的一个味道，输的我们会好好一个处理。我只能这样讲，好久没有玩惩罚的了，所以你们绝对不会想输的。谁想啊？尤其在这种天气里面，太热了，非常热，应该基本上就是已经先中暑。没错。黑队现在目前是落后的状态啊，好，加油一下啦！预备备，总共要答对八题计时赛。哦，四个字，球，西瓜，摘苹果，白雪公主。对，嚯，厉害哇！滑板，溜冰板，冲浪。对，哇，哇哇哇哇，很厉害哎。快点，我随便吹一个。我已经憋气哦。几个字？几个字？可以秒。跳起来才可以。几个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快点，快点，快点！所以要这样交换，要交换，对。猜的人就过来，对，猜的人就过来，你的人就去换那个 Alan 的位置，你的人去换 Alan 的位置， Alan 就过来猜，就是这样，只要就是一直动这个，就是一直动那里，先一直动那里，这样最方便。打电动。四个字，四个字。是什么？你要比出来啊！洋娃娃，洋娃娃，四个字，第四个字什么？鸡呀，鸡什么鸡？第四个是鸡，对不对？第四个是鸡，对对对对对，第四个是鸡。啊，你跟我讲什么什么鸡？比出来，比出来！别，不要问他。洋娃娃鸡，洋娃娃鸡，洋娃娃鸡对啊，答对了，哎，好，第二题，好来，一二。僵尸，僵尸，几个字？几个字？跳墙墙，两个字，两个字。他已经不能说啊。两个字，僵尸，僵尸。鬼灯子，鬼灯子。哎，下一个
先讲。哦，还好对了，要不然快挂了，要不然快挂了，这小朋友没力气。你要干嘛？进来啊！你这样快点啊！一二三，快点，快点，快点！一。你要跳慢一点哦，好，一二三，哎，九，对，很好。厉害了，各位，刚好是520，有没有？刚过了邮政局号。哎，终于有这么巧了。全都成功。好，恭喜520，还不错的成绩。再来，轮到我们黄队出发，开始。我刚刚看你跳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到底是我们弄不好吗？就我自己上去跳的时候，哇塞，哎呦，不太好跳哎。对，然后我们的一样，我们的棒次还是非常乱。对。我们这次一直在放在乱，然后你那个线在你前面，对不对？然后说不对，错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后去，然后你也往后退，然后他又回到原本的样子。好，5分20秒是我们黑队的成绩，轮到我们黄队，预备。几个字？几个字？两个字。打好，对。去。打好，对。去。第二题。好，几个字？几个字？两个字。潜水。几个字？几个字？三个字。潜水艇。划水。划水桨。龙舟。划龙舟。划雪。划水板。两个字。香蕉。香蕉船。哎，讲答对。你。哎，去。怎么那么酸？脚好酸。很酸啊，这个跳起来很酸啊。一、二、Go。这个是，哇，跳好高！牙，吃饭，圆桌，夹菜，快跳进来！大圆，夹，发苦一点，发苦一点。吃，日本料理，混蛋都是。哎，对。哦，很强哎。三个字。好。没事，妈的，交给。我就是我去练跳。费玉清，小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上来。三个字。热地球。热地球。不要越传越快。就谈现在的鸡耐力啊，放天山。就谈现在的鸡耐力啊，放天山。哎，睡。不要吃到。哦，完了 ，bug 来了。你看，我看。慢慢来，不要。举重。哎，睡。举重，哎，睡，答对。一、二、二。
鸟在。啄木鸟。好，答对。来来来来来来。太厉害！这好算了，还有多少？绝对好，刚好，靠近一点，你靠近一点点。滑雪。你有在比吗？有在比的。旋转木马。好厉害！这四个字。看。好厉害，好厉害！加油，加油！看棒球，棒球赛。哎，来棒球。四个字，看，看演唱会。算了。这边已经面带笑容，有没有看到？应该是对不对？应该是。好的，五二零对不对？一哎，他们的成绩3分28秒。哎，你们这边比的真好。哎，这一这关也是不是特别容易啊？好来深呼吸，好吗？美羊。哦，休息，一大口，来大口，喘一下，喘一下，喘一下，给你休息一下，好不好？给你休息一下，可以吗？可以了吗？确定哦。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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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短，太短，10秒78。好了，加油喽！加油！拿个水给大家喝。谢谢队长，谢谢队长。OK 了 ，OK 了。哎，我觉得我们私下会越来越掉下来，越来越低落。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可以的。嗯，没事。加油！来，一二三哦。Our appetites are carnivorous. Steaks, pork ribs, burnt ends and brisketsAnd smoked meats are how we lost our innocence. My heart goes out to anyone who's missed this. If you're a hardcore carnivore, then make it known. Well, then make it known. 厉害了，今天来到 Socks Link， 就是袜子王、盛虹机能观光袜厂。哎，人家政府要的地方了哈。他这家工厂啊，到现在他们是做了60年，一甲子的时间。好，在丁中间的抽材哈，没有人做的比他们久。厉害！哎，那今天我们到 Socks Link， 在这个工厂里面，他们有很多包括制程啊，包括哎可以参观一下。嗯，好不好？我们要到里面来玩一个很厉害的游戏，农村袜熊。等一下我们会分个游戏，然后我们就派人出来 PK 就好，三战两胜派人出来 PK 就好。然后第一个是那个丝袜，手不能碰到手，他想办法去把这里面抓出来。第二个是那个对，一对一 PK， 男男跟女女，然后你就坐着，然后想办法脱对，想办法脱掉对方的袜，脱对方的袜。对，那我觉得我手。你手，你确定要在手？你确定败在手？今天要死？今天那个吗？我真没有，我真做那个。败手啊！哦，那个，你要血池吗？对。好啦，既然他想要用丝袜血池，就让他血池啊。好。好。Aaron 哥，你想看？你看，介绍，你看，介绍，你来思考。因为我刚刚我觉得我一直思考都错的。因为昨天你一直讲说你的脚很厉害，对我脚是蛮。但是我们昨天看起来好像还好。真的吗？你说毽子那个？对，毽子那个。毽子昨天绝对是疯。在任
你一只脚的这个顺序，要不要？好，那你们两个脚，我们两个脚，我们两个手，好，一男一女，不管，都是一男一女，对，好吧，但是会，但是男 PK 男女 PK 女，只是那有你会听到的是女生，穿短裤嘛，在跳短袜，对，怎么穿袜子不是重点，对啊，是你们要就是灵活，我可以，我常常蹬出，我可以用手的那个，你用手的那个，好啊，这样子啊，前面。袜子要穿四件，最大。那为什么要再穿丝袜？好玩，丝袜不是重点。OK， 重点是你要脱对方的袜子。脱，是脱袜，脱袜。对啊，脚比较灵活。脚反，然后你脱对还没脱对面，把对方的袜子脱掉，就是你的袜子被对方脱掉。好累哦，就是你讲好一点，男生讲好一点。这个厉害了，哇！给我真这样好不好？我们加菜一下，就说哦，我们这一趴输的那一队，让他穿来丝袜套。啊！哦，输的那一队嘛，你怎么会？哎，拜托，哎，但是哦，丝袜套头是这样，以前我们开始在玩的时候，两边绑起来，对不对？对。你套上去，拔河，拔河，丝袜拔河。你套上去脖子以后，你是要想办法不要让它溜出来。嗯，对。那现在因为以前呢，这个以前的艺人比较敬业，嗯，那现在不是，现在都偶包，现在都偶包。怎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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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那不然我们就不要玩这些职业套装。等一下，输的时候再来。输的那一队轮流跟小肉 PK。好，算了，这个提议。来，两边请准备了。好，来，第一棒出来啊！第一棒，第一棒，第一棒，来，来，第一棒，对啊。好，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来来，有，来有。队长加油！来，啊，其他人往后一步。好，开始喽！可以，可以。好，蹲蹲蹲蹲蹲。哎哎哎哎，手不能来。哎，卡住不管，卡住不管。甩开你了！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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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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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到了，到了，到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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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你看霹雳舞出来了！但是你这个矮个子遇到他长手长脚的哈，难说的。加加加加，可以哈。一边，不要甩，不要甩，不要甩，刚刚是很甩的。开始了，好，其他人走，前前走，前前对，可以，可以，很好，加油，加油，加油，往后一步，往后一步，往后一步，加油，往后一步，维持画面感。手了，手了，石头又失败了，我们先不要用手了，好不好？手被断了，这样
下次我们不要用手了。暴龙，暴龙。好，现在目前2-0了。靠你们两个。好，如果又输掉的话，直接口斗3-0，再见，好不好？好嘞。那强棒出来喽。可以。来，两位。听牌喽，加油加油！哎呦，是有，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恭喜，坐下，坐下，看一下，看一下，哎，主持人小声，最凶，可以的，这样跟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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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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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哦，哎，很厉害，小鸡很好，哎，很厉害，小鸡很好，哎，很厉害，小鸡很好。旋风机都来了，旋风机，旋风机，哦，喷掉，喷掉，喷掉，喷，喷掉，喷掉，喷掉，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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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了好了好了，哇哇哇！他说他说脚变拳头，他说脚变拳头了，对，脚变拳头，不是拳头，是哆啦 A 梦脚。下就是这一下，哥，加油！就是这一下，哇哇哇！先把脚弄掉，好难哦，没事没事，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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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只剩下夹着了，好，那你夹，暂停暂停，休息休息。可以用大腿或小腿夹他的脚，都知道。来，你现在这只脚不用担心，你只要一只脚绷紧它，一只脚的绷紧，你可以两伸到旁边去，不要让它握到。你越缩，好，休息休息了，第二回合，对，开始。叫，小心防守一下，防守一下。对，突然间转过来，旋风技。旋风技，旋风技，跳起来，先坐在位置上，然后把脚坐断之后，直接打开。Bam,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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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撑着点。没事没事，很好，很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一下，加油一下，加油一下！小心啊！小心啊！哎呀，小心，快破掉！有机会了，不好抢！好，好。
相机丢掉。对，小心，有了，有了。好，哎。哦，又逃，又逃了，又逃了。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小心。加油，加油。找时间休息，休息一下。放轻松，放轻松。现在很拼哦，很拼哦。睡呀。可以。哇，他刚刚都是踩车了，好厉害，好厉害，好可怕，好可怕。另外一边，他筋很软的，这个。对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本来黑队还有点希望，没想到黄队后来居上，可能掉了一只，后来又被另外一只给处理掉了。恭喜黄队！哇，哎，不容易，不容易，精彩，精彩！来，来，轮到谁？好，就他，好，就他，什么？你魔魔魔魔，来找一首歌，什么歌？那就拿金星挖抓金，挖抓金魔。OK， 预备，放轻松，轻松嘛啊，棒哦，来哦，棒，你是最棒的牛，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是最棒的啊！10秒就好，摸摸摸摸摸摸摸。在倒开水呢。其实我们有领先的，对，我发现他，因为真的大家不要怪他，对，因为他压力已经爆炸，对，而且我跟你讲，这综艺节目就是上了那么多，对，真的会这样。通常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耳朵是打不开，对，跟超大声说不要攻击，放手，走开，走开，他就听不到。但是我跟你讲，你的拼战技巧非常，态度是对的，精神是对的，上品。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面。我觉得就是退伍后的给我一点成长。对，别买这样。手下留人，打开你的键盘，去泡杯咖啡，冷静想想。对对。我们这些小女生好不容易来到王很大，真的真的，要给他们一些曝光的机会嘛。变了。我真的变了。你这样说，你就这样对我。好啦，看后面观察。讲一点心里话，心里话，讲点心里话，心里话。就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很大。第一次上王很大，对，压力很大。对。会不会很紧张？很想赢，对不对？会害自己这一队输，会吗？好真的，会那种压力，就是啊，我害的。对，团体战是没有谁害谁的，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你昨天打没输，是一个团体，没事的，没事的，不可以输，不可以输，对，不可以输，没事，期待下一关。好的，来了，来，一二三，加加加。霞峰鸡盖头，还有看到最厉害的高丽菜饭，有没有？哎，这时候到我们彰化田中才有了，对，然后香草面，对不对？相信大家都很想吃饭，对不对？对 ，OK。
K 要吃饭就要靠自己啦。我们很简单，这个游戏谁先抢到谁就有。你们昨天的赛制不是很不错吗？硬要加，硬要加。哎，但这个没有收你们钱啊，这没有收你们钱啊，对不对？你们有钱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一下，靠自己的能耐，你能拿多少就是你的。一定要把那道菜念得完完整整哦，先喊先赢哦，他有了你就没有，懂那意思哦？预备，挂，油豆腐汤，挂，油豆腐汤，啊，油豆腐汤有，紫菜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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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做汤，就是来一点菜啦，来一点菜啦，烫青菜，烫青菜，一桶都没有啊。有两个不一样的。猪心汤，猪心汤，哇，里面加棒棒啦。有三层肉，有有有。还有还有。牛肉骨汤，猪肠，还有还有还有。啊，有了！那我们还有吗？我们猪心汤没了吧？还有吗？粉肠、粉肠、粉肠还有吗？粉肠、粉肠、粉肠、猪心汤。好 ，OK， 我都没看到，我都没看到。恭喜黄队获得八道菜，黑队一道都没有。好，谢谢，来再来派。派出一位女将来，里面菜头汤，菜头汤，汤框，猪心冻丸汤，框，猪心冻丸汤，猪心冻丸汤，鸡蛋豆腐，鸡蛋豆腐，鸡蛋豆腐，皮蛋豆腐，皮蛋豆腐，鸡腿肠汤，鸡蛋豆腐，皮蛋豆腐，鸡腿肠汤，粉肠汤。卤油豆腐，卤油豆腐，这样，这个，开头汤，好汤汤哦，我们可以在旁边卖汤哎，哦，这个好吃，哦，这个好吃，那个没有吗？那个金仔肉，金仔肉，这个好吃，金仔肉有了，金仔肉，啊，他已经喊了，有了有，肉丸汤，有了有，肉丸汤，哇，在这边不行，我们就皮蛋豆腐，贡丸汤，贡丸汤。别动，不要动，不要急。哇！猪心粉肠汤。来，黄队猪心卤油豆腐、金仔肉、皮蛋豆腐，黑队菜头汤，各位全部都汤。肉羹汤、粉肠汤，各位，另外两位无罪释放，加分啊！没事啊，你们只有四个汤啊，那汤要八个菜，但至少有基本的高丽菜饭跟高丽菜饭有香炒面，香炒面刚好啊，刚好刚好刚好。恭喜黄队，你们的战绩在这里，好不好啊？那个黑队，你们就多喝汤了哈，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太多了，开动！来来来。对，菜饭菜饭。这个汤我想先喝一下。来，不易。我来喝。哦，我们好像不加汤。我真的是不好吃。对啊。一道都没得，却喝了你半汤。不要这么说。我也刚刚在吹的很辛苦哎，满脸。哦，可以哦。天哪，哎，好吃哦！今天这一餐是最满意的哦。这个我看好地，这个菜饭就对了，来一人一颗。好，你太屌了，可以把剃头豆的人很少了。我觉得我也很屌，就是永远那个菜永远在他的后面。对啊，然后你就一刀都拿不到，都没有用，对吧？又试开更完了。听说这一间是不是一点之前就一定要赶快来？这什么？这猪舌吗？猪舌，猪掌，猪掌，哎，厉害喽！在台湾很多地方啊，所有的地方小吃都很好吃，没错，欢迎到本地来品尝一下，好不好？旅行台湾就是现在，韩国台湾，韩国台湾，耶！This is what I'm doing.
可爱哦。印德要来了，我觉得印德要来了。吉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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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看起来懒趴趴的，分多金、啊，该来的躲不掉啊！人生就是这样。台湾脊梁山脉旅游年终于到来，哎呦，听到这个毛骨悚然，哇！这一关才真正切入主题就对了，恐怖的英文字眼出来 ，This is a mountain。遥远山路，哎，这里没尽头啊！这一路上去肯定不轻松。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冠军的队伍拿到大礼，轻轻松松的跟着我一起上高铁回家哦。杨老，就这就最后一关，输了队伍不好意思，留下来你就是我们田中的观光大使。我想 Kids 过来，我曾经帮很多的乡镇当观光大使，其实也不缺我这一个这个观光大使，好不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上去呢，当然它不仅仅只有这样，等一下还会有一些小的关卡，对啦，让你们要闯关过之后，到最后还有一个小关，帮过了四个人全员到齐，你们就算完成了，准备了哦。好，好。太久了，开心爬山。他其实品鱼是第一次来的，对，他紧张压力大，才要躺环路，哥怎么黑？有没有太久？好久没爬山了，超久没爬山了，好不好？有点太累了。那位爸爸还 OK 吗？那位爸爸，先爸爸可以有一些什么借口？先爸爸有些什么借口或者什么好处啊？身为一个，你说的对，户外 YouTuber 主持人的一个角度来跟你们讲，是，我觉得爬山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主流，应该是用走的。不是我打击你们，我比较看好黄队。哦，先生你错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打工哎，哎，你好。在小爸爸，对，在这个人家那个有没有看起来那么精锐？对对，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们越被人家看不起，真的，我们就要把自己弄到最大，把肾上腺素全部的提出来，炸起来，炸出来，炸的，有点恐怖哎，有点硬，大佬，这三个月。为了来瓦很大，已经着实的训练了三个月。上次来瓦很大是六年前，那时候六年前好像没有爬山，然后后来就开始有爬山，然后我就一直很害怕，因为怕担心体力没有办法承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待会全队我扛住。所有的好朋友们，选手们准备好了没？好了。赤水旗决战，赤水旗，预备分。不要急，不要急哈。等一下就累了。跑起来。可以啊，可以啊。我也可以。不要太多力啊。讲讲笑话。Go, go, go, go. Go. 下雪了吧？哇！三十九的五秒。看到了，看到了。阿妈的，太冷了，今天好累啊。快到，快到，加油！快到快到，加油加油！我在弄死。加油加油，快到！夸张了。站了站了。加油！加油加油！两位站住。哇！我看潘英祖，好，刚刚那边背好盖住了，好，你在前面后面，因为两位都不能讲哦，只能在旁边看，休息一下。我前面，好，那你们两个先，你们两个先。
你们会背吗？哪两个？没问题吧？分配一下，分配一下。屋上春秋明，先念出来，念出来，帮助。村边杏花白，你们分好，不要背到重复哦。两个人要一起完整背出哦，谁错都不行。所以两个都好了再告诉我们。好，就好来。好，给我们好，预备，开始。重重南山下，草深豆苗稀。晨曦梨花会，待月何处归？少侠草木长，一路沾我衣。来，有错请重背。好，细路长。屋上春秋明，村边杏花白。伐斧，重背。伐斧可以。伐斧吗？哦，十斧。好，对不起，对不起。好。种豆南山下，草深豆苗稀。晨曦梨花会，待月何处归？少侠草木长，细路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刚刚走吧。来来，到那边。水果球。来，刚背的两个人可以各选一个你们喜欢的水果，就带走了。一人选一个，你要的就整袋，篮子都一起拿。待会等忙拿走。好，拿好就出发了。好 ，Go。屋上春秋明，村边杏花白。十斧伐远洋，何处沾泉脉？我忘记我的第一句了。好，好，这次那你要重新再背一次。好，好。屋上春秋明，村边杏花白。十斧伐远洋，何处沾泉脉？归雁是故巢，旧人看新历。临山忽不遇。什么远行客？等一下，不要。惆怅远行客。我们两个拿吗？对不对？这个没背的拿吗？还是背的拿？我们拿，我们男生拿。对，拿什么？拿两个，拿这两个。这是没有走的，他们还不要。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跟着上上上，先走，好，先走。来，我不要你，我带你，不要急。来，手给我。走。小心啊！小心，用走就好，用走就好。对，用走的。身体 OK 吗？呼吸要慢慢呼吸。慢慢呼吸，调节一下呼吸。对。深呼吸。不行，要说。然后，慢慢的吐。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落后我不用担心。其实你们刚刚呢？体力有比较好了，有比较休息，有比较好，恢复了，就当慢跑，调节一下呼吸，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对不起，加油，放轻松，没事，慢慢来，吐气吐出来，有呼吸没关系，一直吸，对吧？对。简单，没那么简单。落后不用担心。其实你们刚刚呢，体力有比较好了，有比较休息，有比较好，就当慢跑，调节一下呼吸。加油！对不起。加油，放轻松，没事。黑队加油！黑队加油！把他们远远的丢在后面。还有一组跟，对，你们先走，慢慢来，吐气吐出来，有呼吸没关系，一直吸，嘴巴吐，呼吸，气吐出来，嘴巴展开，对，你们有水吗？等下喝一瓶好不好？有啊，我有。好，两瓶，来先水，来另外两个，随便随便随便，先选一个。好来，好来，谁背？背去背，他们两个，好，是不是？牡丹，木。加油加油！
加油，过这个山就可以，过这个陡度就可以。他们还在那里，他们还在那里，不要怕。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本来就不容易。帮我们两个男的，我们两个。好，来，来，请背。我背这样，你背这样。对对对，雇人，雇人聚之力，自己的方向，必须成功。请去那边，雇人聚之力。好了，就讲一下，前面试一下。清晨变周林，迟于思故渊，开封苍南街守。眼睛闭起来，背背看。归园田居其一，请背诵。鸡鸟恋旧林，迟于思故渊。开荒南野记，守拙归园田。方才慈云木，方才慈云木。再看，重新背。我你再看，你再看。做好了再说。先找几声。归园田居，其一，请背诵。鸡鸟，鸡鸟，恋旧林。迟于思故渊，开荒南野记，守拙归园田。芳草十余亩，草屋八九十。没错，八九间。那先慢慢来，慢慢来。OK， 好来，让我看。好，过故人庄，请背诵。故人居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金山郭外斜。开轩面堂铺，把酒花三马，待到重阳日，还来就几花。麻烦可以念慢一点吗？我字上不完。开轩面堂铺，把酒花三马，待到重阳日，还来就几花。恭喜过关！坐了坐了坐了，来去挑挑你们的水果，水果在那边，先挑水果。他比我们快，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这样就好了。你看我跑了二十秒，我喊，我就一，等一下，女孩，等一下，女孩，他们跑不动，他们跑不动，我们先到这走。OK， 来，归园田居，其一，请背诵。鸡鸟恋旧林，迟于思故渊，开荒南野记，守拙归园田。芳草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草屋八九间。方才十里路，桃屋八九间。榆柳后裔金不了，桃李多甜，桃李多香甜。方才十里路，桃花源。好来，归园田居，其一，请背诵。鸡鸟恋旧林，迟于思故渊，开荒南野记，守拙归园田。方才十里路，桃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对，走走走走走，拿着走走。sorry 来，没事没事的。来，我们现在反而比较有多体力，好，可以跑起来。可以跑啊！加油加油！你走这边，走这边，这边比较不累，比较小圈。快到了，加油！加油加油！休息个十秒，走，加油加油，走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上去是不是？来，给我上去，上去，给我，给我，可以啊。来，上去，来，给我，给我，来，上去，上去。可以吗？可以，可以，扶着旁边，扶着旁边。
可以了。我知道，撑着点，要到要到。喘十秒，喘十秒，喘十秒。你先上。加油加油！好，走。最后一关了，加油，你可以的。来，你搭着我肩。来，亲。来，手搭我，手搭我。我们等一下到这边休息一下。上去，这五个我管不住。撑着点，加油加油！往后又爬的也可以。加油！快到了，加油！加油！等一下落后的人，还是你？等一下落后的人，还有一个方法。我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快到了。到终点，剩一个关卡了，加油！剩一个关卡，剩一个关卡，加油！加油加油，马上就到了。他们也不容易，他们也不容易。到了到了，快到了。我们等他一起上来。来，关主那边。走。关主，马丽。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我就看好你们这一队，赶快要闯关，快点！我就接，我就接。哦，每一个人都要踩，每一个人都要踩，是不是？对对对对，踩上去啊！好，来，亲爱的，过来这边。用力踩就过来，不要怕，对，不要怕，对，再来一个，对，来，一人一个，再一个，哎，人到这边。反了，前面放前面，反了，放盘子，放盘子，对对对。能上去先上去啊！好，加油！冲一下，冲一下，前面冲一下！快点，他们卡关了！好，加油！来，走走走！帽子拿下来，帽子拿下来！来，听一下，每个人都要踩。然后一个人负责接，对，拿扁担然后接，一个人接就可以了吗？对，你踩你踩，放在地下踩板子，踩板子，就他们那样，用力，踩，用力用力，好，来来来来，用力用力，好，来来来来，第一个第一种水果进来，第二个人踩，第二个人踩了，换人踩，来，继续踩继续踩。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才第一，才第一个椰子而已哦。有，进去，进去，才第一个椰子而已哦。有，进去，进去。另外两种水果要进来。没事，没事，不急。哇，快一点，快一点。最难。还有，还有，这里还有，再有。大家加油！另外两种水果要。快！后面一点，后面一点。一二。再来，再来。
进去哪里？进去，换了换了换了再。进去，换了换了换了再。后面一点，后面一点。一二，姐姐，换了，换了，换了，再。姐姐，换了，换了，换了，再。很轻一点，轻一点。有了。快点，赶快捡回来，快点。丢丢丢，收回来。你不要用，你不要一直用篮子去想要接，你要让他感觉可以进去你的篮子里。对，对，对，过降，过来踩，下降，用力减下降，用力减下降，下降还是？用力减，下降，用力减下降，下降还是？用力减，下降，用力减下降。接着捡，接住，接住，接住，去多骑，去多骑。耶！哦，你们只赢了三秒，恭喜黄队获胜。过去啊，过去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哦，我还以为还有一关。黑队，恭喜你们完成了所有的赛程。那么非常辛苦的一段，对，好不好？王圈已经半条命了。对不起，鬼哥。不会，不会，没事，没事。你看，你办到了，你办到了。最后还上来，有没有？永远都不要投降。好，永远任何的时刻都是有机会的。对，好吧。最后一关拿分数，来。现在都从，我们就可以从。他们四个都轮不过。要不要？那我先。好，你来。要不要？好。去那边，去那边。找鸟。鸟。鸟。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什么歌？哥哥宝宝真味道好。好，有人。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有，可以。可以。36秒。OK OK。那么加总之后呢，我们依照加权给分，变成星球，立刻进入我们的决战星球。那对不起各位队员。鼓掌鼓掌鼓掌！不会哦，我们做得很好。等一下抽球就算输了也没有关系，走，好不好？等一下去的时候就是放松心情，要去抽到黄球，好不好？就算抽到黑球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很棒，我回应你们了，好不好？所以实在就差这一步，一二三加加，一二三加加加。其实我们今天刚刚接那个水果还蛮快的，快。但前面我觉得大家突然跑起来太热，有点不太会背。懂中文真的不好。结果你知道我们这四个谁背最快吗？我背最快。对，进步了。真的背东西真的是神速，真是我很大学不到什么东西，就学到背东西，真神经病。OK 的 ，OK 的，好不好？反正。我们呢、啊，我不知道什么，我就觉得一直对我们黑队有信心，有信心了。就是虽然说我们等一下球数会变少，对，重点是怎样，我们又还没输嘛。对啊，让他们连起，我们还输。我们对，他有点倒霉。现在是连600，对对，奎哥也没有败，我们就让他整个欧米嘛。对，好啦，蛮能接得快了。我们用最后的运气好了，可以，可以，来，可以，加油！好没问题，啊，再一次，黑队，黑队，一二三。在外面大家有看到，这是种在这个高度里面，大概约莫200-300米的一个海拔的地方。好漂亮！这个就是雷水的 tea， 哇，哎，茶树。
是不是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看到这边了，真的会心旷神怡，有没有？有没有？金光，这个动作，你们用血汗慢出来了，赞赞赞赞，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啊！看这边有一种愁云惨雾的感觉。八颗，八颗。还没好，所以说这样子换算起来，比37:7的那个七八颗足以致命啊，难讲。OK， 好，来把他们投入啊。那么现在两队特别注意了，输的队伍即将留在我们这边担任我们的田中，的观光大使。OK， 来两队剪刀石头布，来了，我直接剪，我直接剪好不好？来，对啊，对啊，剪刀。剪刀石头，赢的先出来。不，赢的有决定权，赢的有决定权啊！剪刀石头布，碎的 OK， 决定权。好，你们要自己摸，还是要给别人？我们要自己摸，你们要自己摸。那我们不然我们今天要说布，要哪一位？不要看我，你交手布，你摸，你摸，你摸，好吧？好，你摸。相当不恐怖的一次决战，相当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反而比较不怕。对啊，因为比较怕的是这一位。哎，对，会不会老天爷以及综艺之神的合体7连败，让这件事情成立了？不要想过，哥，不要再想。现在在庙旁边哦，提供杯啊，我跟你讲哦，真够了。节目嘛是要好看，就是爱抽到黑球。刚好提供，听不懂台语。来摸出第一球，你想的黑，开始拉拉一下，拉拉一下，拉拉拉，一些公主姐姐，还有，我拉一些黑的上来啊。黑，就这颗了，好 ，OK， 乌的，喊出来，黄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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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不其然，好，现在轮到黄队，可以决定来由谁摸。还没输，还没输。第二球，别放弃，别放弃。来，谁给他们摸？还是我们自己摸？对，刚你自己摸啦，自己摸啦，自己摸啦。你的胜利由你自己来终结啦！你都领先那么多，这么多我还摸不出来，太扯了，太扯了。对，各位，我们都拿到 AK 了。OK， 对啊，跑出就算了，真的是就算了，就是跟射龙门的概念一样。OK， 就是会弄到。怎么？你说撞柱吗？对，撞柱。屁呀！好，眼睛看着蹦，请摸。不可能的，黑的，黑的。你相信我们都这么努力了，没事。黑的，不可能，不可能。很自然的拿出来，很自然的拿出来。嘿，三球，黑球，一人球。我来发球，发球。我们的那个芒果真的是要翻红多一点点。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想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马赛克是必要的。我只能说这一次录影啊，很认真工作。哎，打你一点热线，都接我。我们都这么努力了，没事。黑的，黑的，很自然的拿出来，很自然的拿出来。黑，三球，黑球，一人，三球，黑球，一人。好 ，OK， 他还吓一跳。好 ，OK 了 ，OK。那个四位，跟着我，行李准备好，我们往高铁站。哦，结束了，好吧。太阳，开心的这边啊，你们啊，恭喜啊，我们田中观光协会农特产，农特产，农特产。田中我就可以等你啊，啊这一边你们等一下，我们有那个服装啊，这种天气穿这种服装啊。
真是要命了，失败成功啊，各位！刚刚如果我抽出黑球的话，应该大家笑。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啦，有在怕吗？当然有一点点，真的有一点点。几率真的太低了，其实太低，但是我抽中另外一个方向，就代表你真的是一个，对，就是吹爆哎。但另外一个点，哪一个让你抽到的几率也是算幸运，要又抽到也很难。没有，我最幸运的就是跟你们三个同台。我已经尝过真，我已经，我在你们三个人身上得到了安全感，安全感，这就是我要给你的，很棒，很棒，谢谢，好棒，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太棒了。好久没有穿上这个服装了，大概上次穿可能是一年前以上。很久没惩罚，这个真的是零的主唱吗？你就问他本人那一句话，在笑人家啊，在笑人家。哎，杨哥，在 open 讲啊。刚刚有人问你，刚刚有人问你，有没有问题？他刚问你说，请问你是真的是零的主唱吗？人家已经走入零度空间了，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子。拜托他穿这样唱。请问唱零是你本人吗？当然。好想听哦。可是要毁在这一切，要一切英明要毁在这个时刻了吗？你要唱哭笑不得，哭笑不得，不可，不可，不可！要能如何走向你，用尽燃尽家车，哭笑不得，可惜不恨你，想看我到底有多难过。OK OK， 我们要唱很轻松的，唱轻松的了。恋爱演习怎么样？爱你冲昏了头，不爱我会难过，肥皂没有泡沫，恋爱演习失控。三个嘛，好来，因为你们是那个田中的观光大使，对嘛？去观光大使嘛，大使，田中关键字，所以你们要去问路人，然后问他们说，一想到田中会想到什么关键字，连成一线，你们就可以回家。OK， 这边有路人，路人很少，对，后面那边多，有啦，很多啦，真的 ，OK 啦。请问你想到田中，你会想到什么？想到田中就想到啥？农夫。Hello， 哎，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你是田中人吗？请问一下，如果是田中的话，你会想到什么？想到字。是想要字吗？关键字，关键字。想到田中。稻米。稻米。有没有？有没有？多少？在最下面这个，赞哦！我们是不？哎，那这边一堆人，我们要赶快去问家人，慢慢问。我们先问个女生，问个女生，请问你是田中人吗？啊，赞哦！那你知道得到 A Plus 建筑奖的是哪里吗？超强！好，那我也问过。请问田中关键是什么？就像刚刚有人说稻米，那你会想到什么？八宝尊有没有？有，中间最上面。问了，你们问一问。你是田中人吗？七州，可是田中航海。两条哎，他是七州人。OK 啊，一样照问。一样。因为这中间一定是到很广泛。关键字，关键字。田中，你会想到什么关键字？就很有。吃的有算吗？都算。金沙密麻花。哦。密麻花。来。从昨天一直给我中间了吧？来，高级。从昨天一直给我中间了吧？来，高级左下角。
哎。好。也 OK 啦，也 OK， 也 OK。都有。大家两台，谢谢谢谢谢谢。对，八四年的。谢谢谢谢。他年轻人都好了解自己的家乡。我跟你说，真的，这个有可能就是我们不要被他听到，免得说我是是是。豆花王啊，我这样哦，好，应该是。你觉得？啊，我这样好，好，好，他已经准备好。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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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想看你穿的制服，我就觉得，可是很像 C 的，对，很像 C 的，绝对不是，我来每个礼拜去要这边夜跑，哦，真的，对，所以你会集结，对不对？对。啊，那等下，所以现在你在等其他人吗？对啊，我们等下教练会把我们做的暖身操。来，等下大概会有几个人会来？哎，我们做暖身操可能四五个，但是跑步可能二十几个。啊，前两个礼拜认前期来跑四十几个来跑。哦。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这样子专业跑，大概训练平常大概都要训练多跑多久？我们大概就跑12公里，一个小时多。哦，12公里，快，很快，很快，非常快。半小时要跑6公里。所以你会参加今年的田中马拉松吗？哎，我是主办单位，不能跑，但是我是台跑女孩。台跑女孩，台跑最前面那个。今年是几月几号吧？我们都是11月第二个礼拜天。哦，11月第二个礼拜天。哦哟，快冬天了。11月11号那个时候。对对对。来，重要的。我想问我们一个，我们要回家。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样子录的够不够长？因为我们要一定要连线。对啊，我们要加 Stay 的。哎，大家 Stay 的在。那不是问一个人了。不要啊，不用。你还那么想要？我们在这边结束，我们可以直接去里面洗脸。也对，也对。我们真的没有 C 哦，真的是。请问田中，田中你会想到什么？关键词是马拉松啊！来来来，周杰吧，自己试试看看啊。周杰吧，马拉松。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超厉害，然后才能回家。屁呀！走了，你走。屁呀！哎强！哎，那我们这边顺便看一下其他的想要谁来来？一个一个。田中。哎，麻油。刚刚的农特产有送麻油。麻油。再来。高铁。日本哪里？讲的吗？高铁。讲的。哎，真的是很高。玉米蛙。就你吧。就他。玉米蛙。为什么它叫玉米蛙？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玉米须啊。哦，真的是真的是了解，那再来再来，田中雅，我们才去过而已，是是是，柴烧，对，全部柴烧，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你觉得什么？你要不要猜猜看？猜中的话，可以猜。我觉得田中啊，你如果不想要这个东西的话，对，你就真的不叫田中了，因为它根本就是田中的一个。吉祥物哦，刚刚有讲到吉祥物，刚刚有讲，你刚刚讲到，然后讲到哦，任贤齐，会不会是任贤齐？一二三，耶耶，我觉得蛮厉害的，不是超强的，超强的，直接就是马拉松中间，对，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哎，完成了。我又是腿动腿动，对，我们这集就要让宪哥羡慕。来来来，他一个人可以，他跟选手手一样大。抱抱抱！请写出必须要有树这个字，名人的人名。怎么是陈树海？怎么是赵又廷的爸爸姓陈呢？低头。欢笑经过，爱情戏，只要我来，你就说的安静。太少了啦！你好漂亮哦，我有点不喜欢你了。你一喝，如果是喝到茶，直接过关；如果喝到是咖啡，不用怕，你进去闯关。决定，不管如何，我们都一起干，好不好？夫妻本是同林鸟。好的。茶。那我就选这个，好。哦，咖啡，甜蜜的咖啡。好大声哦！哎呀，太牛了，弯
你多久没放出来啊？这几个不六年来最嗨的一天，那嗨个屁！我要去睡觉。